十二生肖的故事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相，一共有十二种，也就是平常说的十二生肖。这十二生肖是怎么排出来的呢？说起来，这还有个有趣儿的传说呢。很久很久以前。 人们是没有生肖的。有一天，玉皇大帝决定在天庭里召开一个封生肖的大会，于是给各种动物都发了一道开会的圣旨。那个时候，猫和老鼠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，他们住在一起，就像兄弟一样亲密。 就在开风生肖大会的前一天晚上，猫跟老鼠打了个招呼，说：“好兄弟，我睡觉一向比较沉，明天早上要开风生肖大会，到时候你可要叫醒我，咱俩一起去开会。”老鼠拍着胸脯说：“没问题，你就放心睡吧。” 到时候我保证叫醒你。猫听了之后，就安心的睡觉去了。第二天早晨，老鼠很早就起了床，他想，如果把猫也一起叫上，到了那儿我肯定要排在它的后面。还是不要叫它了。猫兄弟呀、啊，猫兄弟，你可别怪我。 想到这里，老鼠决定不叫醒猫，一个人去天庭了。再说住在清水潭里的龙，这天也收到了风生肖大会的圣旨。龙虽然长得很威武，浑身有着亮晶晶的鳞甲，扬着头像个神气的大将军。 可美中不足的是，头上还缺少一对角。那个时候，公鸡的头上是有角的。于是，龙就去向公鸡借。公鸡本来是不肯把角借给龙的，可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，一条蜈蚣爬到了他的面前，笑着说。 你是鸡公公，我是吴公公，让我来给你们做个担保人怎么样？你就把脚借给龙用一次吧。公鸡见有人做担保，就放心的把脚借给了龙。风生肖大会开始了，各种动物们都到齐了，场面热闹极了。 玉皇大帝在动物中选中了牛、马、羊、狗、猪、兔、虎、龙、蛇、猴、鸡、鼠这十二种动物来作为人的生肖。到了排次序的时候，十二种动物就争论起来了。要知道。 玉皇大帝的子民们对于排次序这个问题是非常认真的，如果要开会讨论，恐怕开上一百天也没有结果。所以玉皇大帝宣布：你们中间牛最大，就让牛排在第一吧。大家都同意，就连老虎也没意见。 不料，小小的老鼠却不服气，它敲起大拇指说：“你们都弄错了，我比牛还要大，不信就找个人来评评理。”动物们听见老鼠这样说，全部都哈哈大笑起来。老鼠很不高兴：“你们要是不信，可以到人间去试一试。” 老鼠觉得自己以前总是受到大动物的欺负，心里可真是有点怨气。不如借这个机会长长自己的威风。玉皇大帝见老鼠竟敢反对自己的意见，本来想把老鼠从十二生肖中踢出去，但是他转念一想。 为什么不弄点事情出来开开心，让大家都来看老鼠的笑话呢？于是，他就带了十二种动物到人间去。没想到，当牛在人们面前走过的时候，人们只是说：“这头牛长得真肥，这头牛看样子挺能干活。” 可就是没有人说这头牛真大。轮到老鼠表现了，他一下子跳到了牛背上，拼命的鼓气，把肚子鼓得大大的。人们一见到牛背上的老鼠，都惊呼起来：“快看呐、啊，好大的老鼠！” 玉皇大帝亲眼看到了人们对老鼠和牛的评价，也只好再次宣布老鼠为十二生肖之首。老鼠做了第一生肖，那个得意劲儿就别提了。他昂首挺胸地走回家，经过猫的门前时，刚睡醒的猫糊里糊涂地问。 呃，今天不开风生肖大会了吗？老鼠回答：“你梦刚做醒吧，风生肖大会早就开过了，有十二种动物被封了生肖，我是第一名呢。”猫很惊讶，说：“那你为什么没有叫我一起去呢？”我忘记了。猫顿时火冒三丈。 你不是亲口答应叫醒我的吗？是你害得我没能参加大会，我要找你算账。说完，猫就朝老鼠扑了过去。从此以后，老鼠就成了猫的敌人。再说，公鸡一肚子的不高兴，他想，龙之所以能够排在他的前面。 肯定是因为龙的头上戴着那对漂亮的角，于是他就向龙去讨要。可是龙不肯把脚还给公鸡，公鸡的火没处发，只好去找蜈蚣的麻烦。这就是今天公鸡要吃蜈蚣的原因。